小米团好物，噔噔，今天要带来台南府。哇！杜小月在台南呢是有百年品牌了。到台南我们都会想要来吃一碗杜小月的蛋仔面，尤其是它非常香、非常经典的肉燥，可以拌面拌菜。非常简单，在家就可以吃到。今天呢，我们带来这个礼盒呢，其实就来帮大家做个开箱。今天帮大家开箱的这一组府城美食呢，我们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好料哦。来，里面一共有附了1、2、3、4、5、6、7、8、9、10，有10包的面条，那它有5包是像这样子的刀削面体，是比较宽的刀削面体。那它里面呢就会附它的那个麻辣酱包哦，会有附它的麻辣酱包在后面。那另外的5包呢是他们最经典的细面，就是他们店里卖的这种蛋仔面的细面。那它可以做干的，也可以做汤的。除了10包面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2罐他们的祖传肉燥鱼，里面呢它特别有注明是不含防腐剂的。那其实建议它打开的时候，在食用它的肉燥呢，可以淋上一点肉汁，或是稍微加热会更美味。那我们今天就来实际帮大家试吃这一碗杜小月将这样的美味带回家哦。走，我们去吃面吧。台南美食创意料理，我们今天自己来哦。除了我可以加上了这一大匙的祖传肉燥，不够的话可以再一匙哦。其实它的面体煮起来分量其实非常足够。那当然也可以再加上我们的浮花板龟背酱，哇，鲑鱼软加干贝。那这样一大碗就成就了我们非常浮夸的龟背肉燥干面。哇，里面附的宽面条呢，配上的酱包是麻辣酱包，不知道它的辣度怎么样，现在我们来吃看看吧。它有辣的香气，但是我觉得它辣度是小辣就可以接受了，有辣的香气，但是不会很辣，但是是非常香的。然后呢，花椒香味非常重，如果不喜欢吃太麻，它也不会有很麻口的感觉，非常开胃。肉燥除了可以拌面之外，家里简单做一个烫青菜，再淋上祖传的肉燥。